普华的作品如今也像父亲当年一样广受欢迎，多次获奖。西河道老人还有两个孙女，他说按照传统，热工艺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但是如今在同仁，大家为了这门古老艺术的发展传承，都已经打破这样的陈规了。西河道老人已经带出50多位徒弟了。您跟他学了多少年？24、25年。那也是从小开始学的。60多岁的西河道老人如今自己买上了轿车，当上了热工艺术协会的会长。忙碌的他时常会开着自己的小车，或者到村里指导学生画画，或者参与唐卡画的鉴定。2007年，他还由政府推荐，带着唐卡艺术到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节，在世界范围内介绍唐卡艺术。在同仁，记者还见到另外一位热工艺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本开办的热工艺术传习所，凡是喜爱唐卡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免费学习。那您这种传承方式，就通过画院的这种传承方式，跟过去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家庭里面这种父子之间、家人之间的这种传承相比的话，您觉得它的特点或者说它有什么好处？这个是主要是你看家庭的传承啊，我们这个是跟老师一起共同的创造东西的传承。我们画院里面每年教几次课，集中的画什么集中的一起的时候给他们请过来给他们讲课。这个传习所会聘请不同的唐卡画师来讲课，学生也来自全国各地，而不再是局限于家族内部。在这里学习一年以后，还有3000到10000元不等的年收入。打断你一下，对，你今年多大了？16岁。16岁啊，家是哪的？山东的。从山东到这儿来学唐卡，你喜欢唐卡的什么？在晕染呀，金线。是画的非常细。从白布画到现在这样，画了多久？过完年就开始画。过完年就开始画，就一直画到现在，半年了将近。在这个传习所里，既有汉族的小伙子，也有藏族、土族、回族的年轻人，既有宗教题材的作品，也有历史题材的，既有参加上海世博会的作品《释迦牟尼生平图》，也有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门绘制的唐卡画长卷《民族大团结》，反映的是大唐的文成公主进藏，走到日月山以后，藏王松赞干布率大臣来迎亲会面的场景。除了传统的师徒传承外，为了更好地保护热工艺术，如今青海省还在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各级学校里开设了热工艺术课，这样孩子们在学校也可以学到这门古老的艺术了。